Hello， 大家好，又是我子师傅啦。咁今日咧，我哋又系继续讲三罗神功嘅视频。今日咧系继续上一次讲到咧，就系一个念珠嘅念法。咁今日咧就想讲第二种嘅念珠，就系呢个比较长嘅，成条颈咁长嗰啲咧，呢一种嘅念珠啊。呢一种嘅念珠咧，同埋呢一种嘅念珠就好唔同啦。呢个咧就十五粒，呢个咧通常系百几粒咁样样嘅，啊一百粒啊，一零八啊等等，咩数目都可以。咁咧，好多人咧就會好執著咧，在於咧要幾多個 number 咁樣樣啊，咩數目？其實咧就係冇乜所謂住嘅，即係因為最緊要嗰樣嘢就係話你練嗰陣時咧有冇心法，有冇真係有效地練咗你要練嘅嘢，係咪？最緊要你知道我練緊啲乜，我你連自己練緊啲乜你都唔知啊！你淨係好似啊學緊一個方法照做就覺得好似得啦咁樣，咁你都唔知自己究竟係做緊乜，係嘛？咁你邊有法力咧？所以咧，最緊要就係你知自己做緊乜，咁就 OK 啦。高深嘅法門咧，我就唔再講住。今日咧主要我想講咧，就係呢一個珠咧最好用同埋最常用嘅方法，亦都係要講下咧，就係唔同嘅即係我哋會用唔同顏色啊等等嘅珠咧。去練呢個法寶出嚟有咩作用呢？你練完之後我哋做咩呢？點解一定要珠？點解唔可以好似第二啲嘢咁樣樣係嘛？咁點解咧？嗱，一嚟咧就係珠方便啦，已經有人整咗係咪？二嚟咧就係因為佢係圓形嘅，相應咧就係圓形嘅嘢咧，我哋所謂天圓地方。天咧就係一種即係唔係天，唔係解嗰個天。天嘅意思咧就係所有未使用的元素聚集的地方就叫做天，譬如說你在廚房，OK，個天咧就通常就係解你保存咗啲嘢喺嗰度出邊，咁啊隨時可以拎出嚟使用嘅嗰啲元素未用嘅，OK，未經處理嘅嗰啲元素，譬如話你好多嘢擺咗個台面啊嗰啲可以隨時拎出嚟，佢係天咧。地咧就係運作中嘅嘢啊，已經整好咗擺咗喺度，準備拎出嚟使用嗰啲咧就係地啦。咁咧嗰個地方嘅地咧就係喺嗰度準備俾你做嘢嘅，俾你我嚟擺啲嘢落去，擺天嘅元素落去，跟住就搞咁樣。OK， 你可以話個雪櫃入邊，OK 嗰啲肉啊，剩啊嗰啲咧，未開嘅嗰啲全部都係屬天裏邊嘅嘢嘅元素，咁未使用噶嘛，係咪？你將佢擺出嚟醃啊，剩啊就變咗地噶啦，因為你已經開始整佢去用佢啦。OK， 一啲未使用嘅元素嘅保存地方咧，就係屬於天；一啲咧使用咗、打開咗、已經進入動作嘅元素咧，嗰度咧儲存呢啲嘢嘅就叫地。咁呢一個叫做珠珠咧，呢個珠咧就係圓形啊。咁啊，相應咧就係呢個天嘅性質，亦都好似種子咁樣樣啦。咁我哋將我哋嘅法力咧擺落去嘅時候咧，佢就會將你嘅法力咧去保存以一個未使用嘅不動嘅狀態。OK， 佢唔喐擺喺度。咁咧，你有曬咁多粒珠珠呢啲咧，就好似子彈咁啦。你一路入法力入去咧，就入緊啲火藥入去咁樣，一路入緊啲能量入去，令到佢咧聚集。咁就有成串呢啲圓形嘅波波咧，就係儲存曬你啲法力入去啦，一個精華體。咁你有咩作用咧？咁樣樣當然有啦。OK， 嗱，你可以將呢一串嘢 ，OK， 我嚟做自己嘅加持。點樣加持咧？有陣時我哋會擺喺個手度。啱啱呢個咧係有五個環嘅。OK， 有五個環嘅呢一二三四五。咁有陣時咧，你要特別作法，要加持一啲嘢咧，就可以使用佢咧嚟幫你助威，去加氣力落去。譬如話，我要作一個驅邪嘅法，要好強力嘅，你自己用你自己嘅能量出嚟，係嘛？咁樣用出嚟，有陣時你嘅狀態不佳咧，咁點算啊？同埋我好攰咧，或者嗰日我啱啱，哎呀，我要做完幾個法事啦，已經好攰啊。咁我點護身啊？係嘛？咁你所以咪平時有累積咯，係嘛？呢個就係個累積啦。你累積起，咁遲啲咪可以用咯，係嘛？咁呢一個咧就累積咗喺度。咁你平時咧練嘢，淨係練咗啲力量入去啦。咁我作法嘅時候就有個保障，係嘛？已經係即係保護咗，即係唔係保護啊？有個保障嚇，保障咁咧就可以令到你
有啲法力喺度保存住，可以使用嘅，可以作法嘅時候咧特別有力啦，咁樣樣。咁另一個方式咧，除咗擺喺手，即係左右手就得啦，係咪？除咗擺喺手之外咧，就可以笠落個頭度啦，啊，笠落個頭有咩好處咧？嗱，有兩個方法嘅 ，OK。你睇到呢一度咧，有一個頭咧，特別係多咗兩串嘢，係嘛？呢一度咧就係嗰個我哋叫做個頭，即係呢個就係個頭嚟嘅。喺呢一度咧，即係串珠咧嗰個能量咧，就由呢一度開始，跟住就流過去咁樣一個圈咁樣樣噶嘛。OK， 咁我哋如果咁樣擺咧，個頭咧就喺條頸嘅後邊呢個位，呢一度，呢個位正中間呢度位，係嘛？咁我哋咧就係將嗰個呢一度咧就係攞聚集能量嘅 ，OK？ 我哋喺我哋呢個位度聚集能量，係聚集咩能量咧？就係個人咧，我哋叫天機之源，就係你個人咧，佢發身嘅上邊呢，你嘅神光就會喺呢度聚集，喺後邊咧就會聚集咗出嚟咧，跟住就會透過左邊落去呢一度，佢哋俾咗個叫做印啊，呢個軌跡咧，俾佢嗰個能量咧，個資源咁樣。咁呢一個作用有咩作用？呢個作用就係話個能量咁樣流嘅時候咧 ，OK， 佢就你睇我呢一度成個心啊，係俾呢個環咧係圍住嘅咁樣樣 ，OK， 佢一嚟咧就係幫你增加你呢個心呢、這個發心嘅力量，即係你嘅法力；二嚟咧佢喺呢一度啱啱呢個珠呢個位咧就係、是、差唔多你嘅肚臍左右。呢度咧就增加你嘅地基嘅力量，即係你嘅內力，法術用嘅內力就喺呢一度嘅。咁啱啱咧就可以幫你咧做咗呢樣嘢咧，去增加你嘅法力同埋你嘅內力嘅配搭。咁樣樣咧就係一種幫助自己作法比較即係有力量嘅方法。咁可能有啲人會覺得，哎呀，咁我平時練多啲功啊，咪得咯？唔係咁樣樣，因為咧就好似。好似人咁樣都係一樣，你大隻啲得啦，咁點解你又要拎把刀咧？係嘛？咁有陣時有啲工具啊，係唔一樣噶嘛，係嘛？你唔可以話我大力，咁我就唔使用斧頭啦，咁樣係嘛？佢變態嘅咩？人嚟噶嘛，我哋係用呢個物質，呢個世界嘅物質去練一啲法器出嚟，方便自己做一啲平時自己做唔到，好要或者要好吃力先做到嘅嘢，就會使用法寶啦。咁咧呢一串嘢當然亦都係即係譬如話你去旅行去成，咁你唔喺個壇隔離啦，係咪？去旅行幾日一個月咁啊，你冇個壇咯喎。咁啊，如果我好似個人當咧我個法力咧就係好似電咁樣，我冇電噶咯喎，呢個月我有呢串嘢啊，我練咗20年噶啦，已經啲嘢資源喺曬度，咁我去旅行啊，成日帶住佢，我咪有咯，係咪？我冇嘅時候，我離開嘅。呢啲嘢嘅時候，我就可以有啦，有儲備啦，係咪？佢可以幫到你啊，最少係嘛？呢啲就係你一路累積，日日都累積，跟住遲啲就可以有需要嘅時候使用，或者有需要嘅時候可以救你一命嘅。有陣時咧，另一個方法就係話，如果你即係瞓得唔好啊，或者係瞓覺俾嘢搞啊咁樣咧，可以將佢變成變成呢個咁嘅陣容啊先啊，1、2、3，喂唔係。三串係啦，三串咁樣樣 ，OK， 三串，然之後咧，我哋會打個咒語落去，然之後咧就將呢個三串嘅陣式咧就打個八字，咁樣樣打個八字，跟住擺喺你個枕頭下邊瞓覺，咁樣樣咧就可以幫助你排除曬嗰啲唔好嗰啲陰風啊、嗰啲邪嘢啊，咁佢嘅滋擾咧就會冇咗啦。所以基本上呢一個作用好大，咁咧數珠嘅粒數當然係有唔同嘅有唔同嘅意思，亦都有唔同嘅作用相應。但係咁如果你唔明嘅咧，係咪都追住我要108，我要108咁樣，好似人人都要108，108就啱噶啦，咁你係錯啦。點解103唔得咧？係咪？都得啦，我睇你識唔識咯，係嘛？呢啲數字喺自然界嘅相應嚟嘅啫嘛，你知唔知108係點解？103、106係點解？你知咁你咪可以用到咯，唔係你唔知咁啊俾你都冇用啦，係咪？所以好多人成日追我，108，梗係唔使啦。啲串珠得一百粒喺上面，點解唔用得啊？100粒 OK 啊？
即係咁樣樣咯。得，你知點解咪得咯 ？OK， 你入咗個派，你學我哋嘅所謂三羅九星法則，你就會明白點樣解釋曬所有嗰啲數字，你好容易明白。咁你就會知道點解一定要咁嘅數目啊，或者咁嘅數目得唔得咧？咁少兩粒喎、啊，有陣時即係你知啦，而家啲人啊做呢啲嘢粗製濫做咁樣字。咁咧跟住你拎翻嚟，哎呀死啦107添，死得唔得咧？咁啊，好多人好驚啊，即刻喂退貨。唔使107都用得啦，咪有腦咪識用啦，冇腦咪唔識用啦。OK， 所以你諗下少咗幾粒唔係一個問題嚟噶，識得用就 OK 噶啦。OK， 最緊要咁樣。好啦，咁主要嚟講 ，OK， 我哋係即係最 standard 嘅，最比較普通嘅。我哋之前講咗點練呢一個一樣嘅，但係咁呢一個咧可以兩個手拎住，因為長啊嘛。咁咧另外咧就係咧呢個15粒。15咧就嘅數咧就係幫助你咧去將你嘅將你嘅真元咧擺落呢一度，咁呢一度咧就透過你去練功咧，你嘅真元咧就會慢慢咁樣注入去呢個嘢嘅入邊嗰度，咁佢就會保存真元。這個呢通常咧就係108啦，有陣時就100啊咁樣乜都好啦，總之過咗100嘅數咧就係話呢一串嘢咧可以自己。本身成為一個個體，即係佢自己本身可以發出力量嘅，所以佢就有100啊。如果咧淨係得兩個數嘅，即係雙數數字嘅，咁咧佢咧就係發出一種影響力，就唔可以佢自己好似你咁發出呢個法力出嚟啦。佢咧就係發出影響力嘅啫。所以而家咧呢個過咗100粒咧就 OK 噶啦。其實基本上咁10幾咧就係等於佢發出。有幾多咁樣？佢自己有咩威力咁樣？所以咧，通常即係我哋會數啲珠都係100幾粒咁就知道哦。呢一串嘢可以做到啲咩嘅作用？咁另外咧就係呢個顏色，你睇到呢個紅色，我哋有一串白色啦，有啲木色嘅等等，唔同嘅顏色咧就係相應佢嘅能量出嚟嘅時候係適合做啲乜嘢？紅色咧就係適合咧幫你咧將你嘅內力、你嘅內在嘅力量咧發出嚟。去可以係話起始啊，可以係即係做一啲誕生出嚟啦，有啲嘢係叫誕生出嚟噶啦，亦都咧係可以幫助你咧發威力出嚟啦。去譬如話你作法，你要令到啲嘢收到你嘅威力嘅，可以用紅色啦。咁啊，有啲嘢對本地陽間產生作用嘅，亦都可以用紅色啦，咁樣樣嘅。而我哋之前講過呢個綠色咧，綠色嘅手珠咧啊，綠色就係入地嘅，即係將啲嘢咧。放下去保存在這樣東西裡面，遲些呢就可以生出一些東西了。這個就不是，這個呢就是練完之後呢，它直接你用它的時候，它就可以幫你立刻做一些東西出來了，立刻誕生一些的效果了。所以呢紅色這串珠用來護身呢，是即是做驅邪護身是好過這一串，作法呢這一串呢也都會比較是有威力一些的。那如果相對白色啊等等，就即係呢一個係紅色比較適合作法，我嚟加持啊、加力量啊，俾自己使用噶咁樣樣。咁啊有啲人會覺得，咁黑色得唔得啊？黃色得唔得啊？綠色得咩顏色都得？你明白嗰個顏色嘅作用，明白個能量就可以使用噶啦。好啦，基本上講到呢一度，咁咧就如果你係有興趣學法嘅。歡迎電郵我哋啦，咁咧我哋就可以遠距離過教啦、傳功啦、傳授法術啦等等噶。OK， 咁我哋下個 video 再見啦，拜拜。Subscribe and like， 拜拜。